到这样子的规模和盛况，我们来到的是南港展览馆，这也是台湾在疫情之后最大型的展览 TMTOS TMTS 2022，这也是今年全球首发的工具机展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台湾机械业的年轻活力，参展企业百花齐放。很多人觉得机械产业离我们很遥远，但其实机械产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还有许多的企业和年轻人都持续的投入机械研发的领域。今天还邀请到两位 GQ 的伙伴，要带我们深入的了解台湾的机械产业哦。Hello， 赵毅 ，Hello， 思玉。那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我们 GQ 现在正在每一位会员的摊位巡访，进行一个摊食者的活动。我们带尹荣去看我们的 GQ 副会长，好，走吧。Hello， 副会长。比如说汽车的引擎，或是脚踏车的花鼓这些东西，那还有一些船舶的那个螺旋桨啊，飞机里面的一些金属零件等等，这些都需要靠这些金属加工。怎么样让我们的机器设备单机智慧化，甚至延伸到我们的所有机器串起来，用大数据的方式，然后制造出一个无人的工厂，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。面膜床，那它的设备可以应用在汽车产业、航太产业、医疗产业等等相关设备的精密元件，使用者比较会接触到，例如说电视、平板、手机等。也就是因为它的多样性、跟专业性以及挑战性，那我在这个产业二十几年，能够依然能够专注持续找到自己的成就，认同自己。马上要去实习机械酒吧，机械酒吧，那你有排什么景点吗？排景点吗？去，我没，你有排什么景点吗？我们当然追唱歌吧。说着说着也到下一站喽，啊，嗨 ，Hello，Hello。所有你看得到、摸到的东西，都跟我们机械的加工产品有关系，所以你的十一出行绝对少不了我们这样子的工具机。我们手上所拿的产品，它被制造的过程，从脑力激荡各种不同。专业面向的人才，他们所产出的智慧的结晶，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。哎，超哥 ，Hello，Hello。在应用上面，大概主要广泛应用在我们3C产品，然后这个汽车业、航太业，还有目前的最新的像能源业，包括火箭啊、太空梭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工具机，我们可以在全球去做行销，曝光我们的品牌，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带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。Hello， 副总。这种天然器材虽然平日不常见呐、那可是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有相关的啦。像我们一些摩托车、脚踏车、水五金机械就是日行月异，那我们工具机作为。机械之母，那可以让这些产品被制造运用出来，那我们感到就是很有的成就感。那下一站是我们 GQ 的美女会员，这边哦 ，Hello。你好像洗头在用的加工领域非常广，从天上飞的啊，地上开的啊，脚踏车。的车架或是电动车的车壳，你看机械业其实原本看起来很像很枯燥乏味，可是其实它加工是千变万化，非常有趣的。来到了下一站了 ，Hello。机械业其实跟每个行业都有息息相关的、齿轮是牙具自动关怀机，可以运用在我们家里，每个人家里都里面有那个电视。电视的外壳，我们设计一台机台，然后并且主力成功，然后也达到客户的需求，就很有成就感这样子。好，来到下一家喽。好，有物回收机呢，主要是搭配工具机使用，我们可以过滤干净空气。跟着科技进步之后，会有一些非常的独特的新思维。所以在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说这么的传统，这么的无趣，反而是非常的有活力、有创新的。
我们也到了下一站咯。 Hello 子璇哥，浴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，其实都是它加工完之后第二关第三关的产品才会看到实际的东西。机械产业为什么还是吸引我？其实最主要是切完的这个材料，他们放到第二关第三关之后会做成什么东西，都是我很意想不到的。来到了下一站啦！啊，模厂的应用面很广，基本上衣食住行应该都会用得到。那比较常见的，一般人会接触到的，可能就是汽机车零件啊，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产品。机械业是一个国家进步程度与否的指标，透过精密的模厂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好。那并且我们可以外销到世界各地去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识台湾，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我们又到了下一站喽 ！Hello。钢筋啊，风力发电、能源，还有铁轨、轨道、火车轮轴，都是透过我们的工具母机、我们的车床 CNC 车床去进行加工跟制造的。完成一个机器的时候，你每完成一次，你就有一个成就感。可以制造出造福社会大众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有个成就感，你自己也会有个认同感，我做这份工作是值得的。下一站的企业我想你一定很熟悉哦。对，跟雨柔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公司燕和力式加工中心。那它其实跟我们生活蛮息息相关的，举凡像是我们日常看得到的手机，一直到现在和非常夯的那个像是半导体产业啊，或者是特斯拉电动车产业，机械业对我来说最有魅力的部分的话是，机械设备它是一种生产材，它可以帮助就是有需要的客户去产出他们需要的东西。钟宇哥，要不要也介绍一下你们家的产品给雨柔知道呢？好啊，传动元件还有自动化元件，应用在生活上很多，就是像脚踏车链条，甚至游乐场的重要设施，甚至智慧家电、智慧住家大楼。机械业是一个制造的尖峰，它一直应用最新的技术，然后更让人类的生活跟生产方式都变得更好。我觉得在里面推动是一个很令人有成就感的。这一次的 G2 贪食蛇活动拜访了很多台湾机械业的优质企业，最后一站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哦，来大合照哦，大家一起来 G2 大姐 G2 大姐。G2 成一代智慧，创二代新锐。G2 其实成立于2009年，也就是在台北的机械展，其实不断的创新，首先是 G2 的特色，大家在这个平台里面是共学共享，除了开拓商机，也共同学习，而且一起打造韧性，这些都是 G2 很大的特色，所以因此在这个 G2 的平台是互信的，也欢迎所有机械业二代呢继续来加入我们 G2 这个大家庭。机械是这个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产业，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走在前面，要追很多一些新的 sensor 啊，新的一些技术，要结合更多的这个软体的功能，讲就是要打造这个智慧机械。其实像我们在讲那个半导体啊，其他里面很多很多自动化设备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工具机设备，还有很多机械的零件，借由我们机械业的这个利基点，才有办法去 promote 到更多更高端的产业。